我刚才要讲的题目是看起安稳，领受稳定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真感谢，咱的四歌队用这么水的歌声来带领咱，知影一个好的消息，就是咱的主耶稣降世，咱的主耶稣降世。如果咱即阵，咱若有看新闻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你会感觉咱这个世代可爱？亲像哪来哪无五万，当你每一天翻开报纸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啊，是安怎阁无拢是这个消息？互你感觉心情痛，互你感觉社会哪会哪来哪混乱，互你感觉是安怎家庭关系是安怎日子来面，哪会哪来哪坏？所以为着要互咱更较有希望，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网站吼，一个网站叫做 Happy News， 一个网站要甲咱讲啥物？伫这个网站，你只要一个去。你拢未看到无好的消息，你所看到的拢是欢喜的消息。你未看到政治纷争，你未看到人冤家、人相拍，你嘛未看到有啥物，让你感觉哎，哪会让你感觉失望的代志？在这个网站内面，拢甲你讲好的消息。伊有一届咱报过战争，总是伊报战争，伊报啥物？伊所报的是所有的军人伫咧战争的时阵。因伫感恩节的时阵食迄火鸡大餐，因伫感恩节的时阵食火鸡大餐，每一工约有十万人伫看这个新闻，所以咱会知影，伫咱的社会内面，咱好亲像真欠一个，迄种互你感觉欢喜快乐的消息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要甲咱讲一个大欢喜的消息，一个快乐的消息。如果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的第一节。咱若去看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会看到啥物？因为咱咧讲，到迄时阿哥速度有出招，命令天的拢做起个。这个阿哥速度是当时的皇帝，伊是当时的第一位皇帝，伊也是一个真认真的皇帝。当伊咧管理罗马政府的时阵，伊真认真咧去建设哦，伊不管对交通，伊不管对艺术，伊拢真认真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咱拢会晓讲，叫做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，就是伫伊的任内，伊的任期内面所建设。总是因为为着要让伊家己更较有宽裕，伊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今仔日咱圣经所记载的，伊叫所有的人拢爱做个工，大人转去本城。但是咱今仔日的经章，咱知影，迄个时阵，玛利亚已经。有心理，伊已经大腹肚啊！我会记咧，当我大腹肚要生的时阵，已经到上尾尾，我干呐要去到高雄，我就感觉坐车顶真痛苦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彼时阵玛利亚当伊爱行遮尔远的路途，而且迄阵阁无车通好坐，伊会偌尼啊辛苦。当伊要去迄个所在的时阵，伊已经要生啊！总是因找无所在通好住，因找无所在通好住。当耶稣出世的时阵，圣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伊，伊安怎讲？就生头就囝，用布包伊，予伊困伫坐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阮。亲爱的姊妹，耶稣诞生是一个上水的应允，是一个先知的应允，是一个预言的应允。在古约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伊讲：主本身要予你一个苗头，看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子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伫米迦书五章二节也安尼讲：伯利恒伊发卡啦，伫犹原犹大遮个庄下算上最微细个，要有一个对你行出来，伫以色列中间甲我做掌管。这是上帝予当时以色列人。一个真大的应允，一个真大的预言，讲未来要有一个囝为咱所有的人来出世，要带来予咱祝福。这个预言伫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是一个真大的盼望，是一个真大的盼望。如果咱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，咱会知影，拄则我有讲到阿哥苏道当伊咧统治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大家拢过了真，看起经济真富裕，总是有真侪人真辛苦。伊虽然无战争，但是即个阿波斯罗伊真独裁，
一枝独裁，所以有真侪人过了真辛苦，包括咱今仔日所读的这各样的，因也同款真辛苦，因哪呾辛苦？因伫社会内面，互人感觉因无受教育，因真太过，因真垃圾，甚至因无社会迄个公民权，因袂当伫法庭内面做见证，因有几个礼拜，因甚至袂当袂去圣殿做礼拜，因也袂当行过前礼。佫有人会讲，规定讲你袂当甲伊买油膜，也袂当甲伊买油哩。所以伫当时，因互人看袂起，除了伊以外，嘛有真侪人互人看袂起。所以当因感觉是安那上帝，哪会拢无听因的祈祷？是安那上帝，哪会拢无看顾因？是安那上帝，哪会无甲因同在的时？天使来甲因讲一句话。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伫第十节，伊甲伊讲，我伫惊，因为我要报恁偌好的消息，予百姓拢无分。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，报予谁知？报予讲因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看到这则经文的时阵，你会当去想象，是安那耶稣基督要诞生？无先予当时的祭司知影，无先予当时的牧师知影，也是予当时迄个感觉圣经背较真实的法利赛人知影。是安那上帝予一个讲人知影，因为伊要甲咱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，这是一个真的记号。咱最近你会感觉新闻所报的是啥物？失业率哪来哪管？咱敢若着亲像活伫一个真烦恼、真惊吓、真毋知要安怎个时代，你会感觉是安那啥物哪会拢要起价？如果咱有看新闻，咱就知影最近要食补啊，但是所有个中药材拢起价。当你伫一个安尼起价个经济系统内面，你会感觉我个钱所赚个够开，够够我开。当你伫一个失业率一直咧攀升个时代，你会感觉后一个事业的敢会是我，然后我的公司敢会着得袂着这个订单。当咱把咱的愿望放伫一个时常拢袂实现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会惊吓，哪来哪去？你会感觉你会惊吓，去倒哪会哪来哪管？所以，伫当时的讲话，因的心情嘛是安尼，因感觉哪会拢无愿望，但是天使甲伊报一个好消息，是一个大好的消息。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消息，这个宣告除去所有的人的惊吓，所以今仔日有可能你当咧经历惊吓，总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耶稣基督要赏赐予你这个大好的恩典，这个大好的恩典，这个恩典是因为生命改变所带来的欢喜，这个恩典是因为生命所改变所带来的欢喜。当你伫苦痛的时阵，你知影有一个恩典。有一个改变的机会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改变的话，改变的机会，这是耶稣所要赐予我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一定要知影，当你伫上困苦的时阵，当你感觉无希望的时阵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改变的机会，是耶稣基督所要赐予我们的。今仔日这个稳定的应允，是所有的人拢会当。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得到，因为恁会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咧倒伫马槽。对旧约甲新约，咱知影，咱的上帝计划了几啊千年的救赎计划。对旧约甲新约，经历几啊千年，这个救赎计划看起来应该十全十美，非常美好。总是当你看到这个代志应允的时阵，你所看到的这个这么水的计划，上帝给伊的囝儿伫倒出生，伫马槽内面，伫马槽内面。咱知影最近真侪迄个牧场，互咱会当去佚佗。总是你只是去佚佗，当你看到迄个牧场的时阵，你一个去行入去的时阵，你会闻到一个味，就是啊，那会臭臭。所以咱知影。伫早前，迄个马槽，迄个气味一定是真无好个，迄个所在一定是真歹个。
但是咱的上帝给伊的囝，出世伫迄个马槽。伫这个马槽内面有一个真水的旨意是啥物？伫这个马槽内面，看起来真太高，看起来真垃圾，但是伊要提醒咱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有时咱的心嘛，亲像这个马槽同款。咱的思想犯罪，咱的思想充满欺骗，咱的思想充满无好的思想，就亲像这个马槽同款，看起来敢若真无好。但是上帝给伊的囝儿诞生在这个马槽内面，要提醒咱一件代志，就是耶稣基督同款愿意进入你的心嘛。耶稣基督愿意进入你的心，因为你会看见一个记号，是伫马槽内面。虽然真太高，虽然看起来臭味无重视，上帝的囝伫迄个所在出世，上帝的囝伫迄个所在出世，所以不管你的过去安怎，你感觉我是一个罪人，你感觉我有失败，我有错误，但是耶稣基督拢愿意伫你的心内，耶稣基督拢愿意进入你的心内，伊要带来的祝福是你袂当想象的。伊甚至要让你的性命大大改变，伊甚至要让你的性命大大改变。伊要点到侪侪人的愿望，伊要让一个人得到新的性命。如果咱看耶稣基督当伊伫这个世间，伊所传福音的时阵，伊做啥物？伊医治迄个太多病的人家，然后伊医治迄个黑老的妇人啦，甚至伊也安慰失去亲人的马太甲玛利亚，伊让拉撒路搁活。再来，伊予痴迷的会看见，伊予痴迷的会看见，伊搁下面迄、那个惊伊干人的妇人人，当大家人拢要用石头甲伊讲的时阵，耶稣下面，即个看凡真需要的人，拢因为耶稣基督，得到生命的改变，甲得到一个真大的稳定，予伊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予伊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只要咱愿意亲近耶稣基督，伊就愿意亲近咱。只要咱愿意亲近耶稣基督，伊就愿意亲近咱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十四节，搁一再强调这个事。伫极端的位，伊搁归伫上帝，伫地球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。这个欢喜，伊所欢喜的人，伫希腊文内面就是讲好意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当然来讲，伫地球甲平安归予人是上帝的好意，是好的决定，是伊的好意，是好的决定。今仔日耶稣基督真正真期待，咱每一个人会当开咱的心门接纳伊。当你伫感觉你上无盼望的时阵，当遮个样的人，当因感觉是安怎个人看袂起伊，因拢无盼望的时，天使就甲因讲一个好消息。当耶稣基督要予伊人定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知影伊的门徒拢真烦恼，因为领导因的人要予人定伫十字架顶。总是耶稣基督安怎讲？伊讲：我已经将遮个甲恁讲，予恁惦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、独独恁通放心，因为我已经看明世间。当耶稣基督要予人定十字架的进程，伊知影伊的门徒拢真烦恼。伊安尼安慰伊的门徒，结果咱知影后壁发生啥物代志。耶稣基督真正予人抓去，然后钉伫十字架顶死，然后钉伫十字架顶死。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会有啥物感觉？你会感觉是安怎？我所感觉会当拯救这个世间，予我带来，予我感觉有平安、有喜乐的人。伊竟然予人定伫十字架顶，耶稣基督知影伊的门徒真烦恼，伊知影伊的门徒真失败，所以当伊搁一届来到伊的身，伊搁活的时阵，伊搁一届来到伊的门徒的身躯边，伊讲一句话：愿你平安。伊知影大家人拢真烦恼的时阵，大家人拢真失败的时阵，当伊搁活，伊来到伊的身躯边，伊甲伊讲：愿你。平安，这就是耶稣基督要予咱的平安。在你上惊吓、上无盼望的时，这个平安要临到伫咱的身躯边。
袂因为困难，袂因为环境来改变，因为这是一个上大的应允，上水的应允。所以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要来想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，伊问安尼讲：就生头就囝，用布包伊，予伊困伫坐里，因为客官无所在通量温伊。这是耶稣出世所写的一段经文，提醒咱伫当时无人要接纳伊，无人要接纳伊。所以伫今仔日，你要爱来想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若来甲你挡门，你会甲伊讲啥？你会甲伊讲啥？你会甲伊讲啊，请你来，还是甲伊讲歹势？我今仔日无所在通好你住。有一个牧师，伊分享着伊教会圣诞庆祝会的时阵，伊邀请伊教会的主理儿，来演耶稣诞生的故事。然后主理儿的老师就叫所有的主理儿的同学做回来，然后分配，讲啊，你演约瑟，你演玛利亚，然后你演旅馆的主人。伊每一次排练的时阵，拢真顺利，自头到尾拢真顺利。不管伫国语话，还是啥物款的主角，大家人在排练的时阵，拢真顺利。当圣诞庆祝会迄天，主理儿佮伫台前在演的时阵，玛利亚佮约瑟，当因开始去弄门的时阵，问讲：“哎，恁遮敢佫有房间？”对第一间开始弄门，所有的囡仔拢回答讲：“无，歹势，我遮无房间啊。”第二个嘛同我讲：“无，歹势。”第三个同我讲：“无，歹势。”第四个同我讲：“无，歹势。”弄到第五个，一个上细汉的囡仔，当玛利亚佮约瑟佮伊弄的时阵，弄门的时阵，伊甲同讲：“恁遮敢佫有房间？”迄、那个囡仔紧张一下，拢回答袂出来，坐伫台下遐，伫怎个台下嘛拢退真紧张。助理学的老师就讲：“紧甲伊讲，无房间啊，无房间啊。”即个囡仔毋是佫站伫遐，三十秒钟了后，伊讲：“有，我佫有一间。”即个时阵啊，助理学的老师就起来讲：“是啊，咱今仔日。”真正爱为耶稣基督备满一个房间，是放伫伊的心。迄、那个牧师分享，伫迄个时间，有一个真特别的感动，临到伊个庆祝会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，你要为耶稣基督留一个空位，留一间房间伫你的心内，最后第二个，咱来知影，伫经文的十七节记载看了。天使就对因讲这个婴仔的事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这个婴仔的事报人知。所以今仔日咱嘛爱真做一个报好消息的人。最近我有看到一篇文章，伊讲圣诞节是一个真奇怪的节日，安那奇怪？就是只有伫这个节期内面，你会坐伫恁家的客厅，然后看一支。看一张死去的树啊，然后你干那伫这个节气内面，你会为一个旧的麦仔内面摕糖啊出来吃，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，不过嘛真奇怪的节日。如果伫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，当你行伫街仔路顶面，你就会真清楚感受到迄个圣诞节的气氛。当你去百货公司，当你行伫恁家的外口咧散步的时阵，你也会看到真水的灯火，总是嘛有侪侪人伫这个时阵会为着因囝准备一个礼物，来写卡片寄予你所疼的亲人，还是你的朋友，甲因祝福。但是咱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伫基督徒的比例。这么多的台湾社会里面，只有 5%到6% 的社会里面，怎么大人都在庆祝圣诞？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，就是我们要传给所有的人知道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我们要去传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。你可以用什么方式？你可以用
古话的方式，就亲像天师甲故意话讲，我甲你讲一个大好的消息。如果你今仔日听到你的朋友伫边仔甲另外一个人讲，哎、欸，我咪啦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你安那？哎，伊讲马上就，哦，我嘛要听。所以当你甲一个人讲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伊一定真认真听你讲，伊一定真认真听你讲。再来，你会当用啥物方式？你会当写做行动派的，你啊行动去传互因，就亲像在讲伊话。当伊听到天师甲伊讲的时阵，伊就讲带人来去隔离，看所写的书就是著作无人知的，然后因就紧紧去。圣经讲，因就紧紧去，找到玛利亚甲约瑟，搁看见伊啊倒伫做哩。看了就将天师对因讲，这个婴仔的书无人知，听见的人拢安怎？听见的人拢奇怪，各样的所对因讲。今仔日阁有侪侪人还袂得到这个福利，还袂得到福利。咱知影，咱来将这个事报予人知，因为人的心会因为感动来改变，人的心会因为感动来改变。最后，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可能咱真侪人拢有看过电影，就是《铁达尼号》的故事。伊说，这只船啊起造的时阵是伫1912年，但是咱知影电影甲伊去做一个。在这个船顶有一个真水的爱情故事，就是其实在这只船啊，里面有发生一个真水的见证，就是当这只船啊停了100周年的时阵，又搁一届互人提起来讲，又搁一届互人提起来讲。当这只船啊拄啊起好的时阵，全世界拢认为这只船啊永远拢袂沉，永远拢袂沉。有一个牧师就带着伊的囝吼，这个牧师就是咱伫图片里面会当看到的，伊叫做约翰塔普尔，伊带着伊的查某囝要去芝加哥做第二届讲道，有一间教会邀请伊去讲道。当伊坐到这只船仔的时阵，伊甲伊的查某囝去哩，然后伊就开始伫这只船仔顶面甲人传福音。伊伫甲船要沉落去的前一天，阁有人看到伊四界咧甲传福音。但是当这只船啊，迄个下暗暝的时阵，当伊弄到冰山的时阵，咱知影这只船啊受伤真严重，所以就开始水就入去船啊内面，伊就渐渐要沉了。这个时阵，这个牧师马上甲伊的查囝抱去救生船顶面，甲伊讲，我会去找你。伊要让伊的查囝有一个盼望，总是牧师无搁去哩。然后伊就四界甲人传福音。隔袂偌久，这只船啊就已经沉了啊。在迄个时阵，有1500个人，咱落去水内，海水内面。这个海水是真冷的，真冷的。在迄内面，你若伤久，你就会结冰；你若伤久，你就会结冰。总是当这个牧师咱落去海底的时阵，伊阁有穿一件救生衫。但是当伊看到一个青年人的时阵，伊把伊的救生衫脱下来，甲迄个青年人讲：“这件给你，因为你比我阁较需要这件救生衫。”后来，伊就甲这个青年问讲：“恁敢有信主？”伊讲无。这个牧师刚刚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你爱信耶稣，你就会得救。”伊刚刚讲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你爱信耶稣，你就会得救。”后来，伊就搁离开这个青年人，四界去讲传福音。在这个落的1500个人的内面，有6个人得到救，其中就是包括这个青年人。两个月了后，这个青年人。去到芝加哥，原本牧师要讲道的迄间教会，伊也做见证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当灾难来的时阵，大家人拢想要去哩救生船，拢想要得着救。但是，敢若这个牧师，伊愿意将伊家己有诶献出来，然后佫甲伊传互伊。后来，当伊看到这个牧师所做的一切，当时伊就开始变圣经，因为伊感觉是安那这个信仰会当带互伊遮尼大诶听。后来，伊就伫迄个礼拜内面做见证，迄天有几千人信耶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若有领受着这个听，你也将这个听传扬出去，你也将这个听传扬出去。最后，搁一届邀请咱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马槽前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马槽是一个唔免消费、唔免开钱。不用定位无特权的所在，
只要你愿意，你拢会当来。我耶稣基督一个改变你生命的机会，也让你会当领受这个上水的应允，甲上水的祝福。咱做回来祈祷。向我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将听甲救赎的恩典，这个记号收束予我。当我伫上软弱、上困苦的时，你就透过你的天使来安慰我。主要是所受环境的影响，我会将这个平安对我的心中给刷走。总是主要说，我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届来安慰我，予我重新看见一个上水的英文，这个平安的记号。主要说，我知伫我的一生内面，我有可能已经过过过几啊届的圣诞节，不过等我每一届，等我每一年。迎接主诞生的时，我犹原充满感动。也愿你帮助我，当我咧与人传这个感动的时，当我咧与人传这个福音的时，你的灵就感动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，让我会当甲因享受这个上大的稳定甲祝福。我做会迎接基督的黎明来到这个世间，搁一届将荣耀归伫你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我做多了，我要请联合师班来现场，因为上我是记录的内容。